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缺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。诗篇103篇1到4节。
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付上一切的代价，赎回我们的生命。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：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，岂知？